我们会考你一个题目，当然跟老校有关，跟手机有关。答对的朋友，请问有什么福利？这种福利呢？你怎么不吃一笑？不是，就是一定有最好的福利。该不会是 R15一箱？开玩笑 ，R17。谁要 R15一箱啊？开玩笑，是我们卖的是 R17，你给我送 R17，而且还送一箱，全是没 R15一箱，没有啦，要送新的啦。R17一箱，好 ，Pro R17一箱 ，Pro 一箱 ，OK 啊，一箱只有一只啊，就超大的那个盒子，然后打开只有一只。好，有没有人空印？我们现在是在等时间了，有没有人打电话进来？好，快让大家空印进来哦，各位，有吗？已经打来了吗？福利太强，你们现场你也可以打啊，傻傻的，一台手机R17 Pro 一台呢，来，我们现在赶快，好，这一只。不买，其实蛮便宜。不便宜的是你的代言费啊，不是？哎，你的主持费，我合理哦，不然拿出来谈我讨论。我也合理，一二三，把价钱讲出来。我也合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那数到三。哎呀，不要闹了，到底有没有人打电话？快点救救我们两个，真的好害怕。好，不过讲到这个充电哈，我们现在长官有帮我们看的哈，没有在动的哈 ，R17 跟 R17 没有动，完全没有动，我们再来确认一下。后面也没有人。其实这也是提醒手机业者不要一直换那个充电洞嘛，你看这一换就我们消费者很痛苦，一直换线，家里几百条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其实那是科技了。是吗？因为它有一些配线跟那个。哎，有了，好，插头是好，是来最，我们把它扩音，看看这位幸运的朋友，我相信电话台中彰化地区的朋友你好，台中彰化，那是台中还是彰化那一带？因为零四对，零四都是台中跟彰化。Okay, 就像我想说他是怎样，这样两脚可以跨两，他不能在高速公路上打电话吗？好，你好，等一下哈，我替你我来接他。你好，请说。你好，我是 Candy。Hi，What's up？ 嗨，你好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通关密语。通关密语，我爱欧巴17，还有小金城高哥。哇，谢谢，但我们刚没有出通关密语啊。他好会做人，他说我爱R17，我爱萧敬腾，我爱焦哥，对他全部都面面俱到的。你好专业哦，你是哪里的朋友？台中还是彰化？台中的朋友，台中的朋友，台中是对，台中。你好，我们要问他题目。我跟你说哦，不是只有说场面话就可以拿手机哦，我要考你一题哦。好，请说。他说：“会回答我吗？”就是很有自信的意思。好哟，那我要开始了，叫你宝宝。好，我是因为有点那个，所以可能我会回话会慢一点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们慢慢来哈。我们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我想要考的是你会不会唱《耍 Light》这一首 OPPO R17系列的广告歌。哦，好难哦。一句就好。哦，唱对了 ，OK， 过关。这个非常简单的题目。刚刚叫了一声，那一声不简单播的，那怎么办？那再加长一点，不能那么简单，是不是？可你的歌词里面真的有 O 啊？我应该说老萧每一首歌都有 O， 你要多 O 几声啊，多 O 几声。Hello， 你还在吗？我还在。你可以再多唱一句好吗？因为这个考几万的东西，我们老板在看啊，这样送的太 easy 了一点。你还能不能再一句？其实他也是对的，因为我们真的有唱到R17啊，好像本人比较容易兴奋啊。你唱一句，他唱一句好。啊，那我唱一句，你唱一句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哦。哦。哦哦。哦哦。哦哦哦。现在就打给你。现在就打给你。啊，音准要稍微控制一下。肖老师，我们又不是森林之王。很棒，可以了吧？过关了哈，老板这样可以送了吧？可以了哈，恭喜他获得R17 Pro 一台，请老肖签名，恭喜你。恭喜。好，你的电话是你的电话是这个吗？是230开头这个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我们再回拨给你好不好？好的。
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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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你哦，拜。我们好像在做交心食堂，好累，我到底在做什么？好了，谢谢，谢谢我们这个粉丝的分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想问，刚刚其实你有讲到另外一个重点，就这首歌不是你写，是你传承给狮子乐团的人写。对对对对对，介绍一下为什么有这样的合作啊？没有，因为狮子合唱团啊，他们每个人都很会写歌。对对，然后。就有这一次，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玩摇滚的嘛。对。那这次因为 OPPO 希望跟更多的年轻朋友能够接触，所以我们有摇滚的元素，当然也有电子的元素，用全新一个大家最喜欢的一个音乐类型，然后跟 OPPO R17 一起结合写出了这个歌，所以理念跟概念其实都非常的年轻。太好了，这也是老萧最近在做的事情嘛，因为他在做一个选秀节目，他参与很多的想法，录影真的是没日没夜的，但是就是要把这种传承，就是让很多的才子佳人都有舞台。对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哦，不过讲到这首歌的歌词，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仔细看，我觉得字字句句都非常到位，因为包括刚刚讲，比如说打给我了，打给你了，还有一句我觉得也很符合这次R17的特色，有一句歌词，全力探索今晚。Bingo， 答对了，过关。厉害，好，对，因为我们强调夜拍嘛，刚刚几个长官也都在讲，我们再来示范一下，好吧？可以啊，全力探索今晚啊，因为探索今晚的时候就是要夜拍啊，没问题啊。你自己晚上会不会拍？我当然会。你会拍什么？我拍猫猫狗狗啊，流浪狗、流浪猫，真的很需要夜拍。我在外面可以拍流浪狗、流浪猫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看到流浪狗、流浪猫就会把它带回家，又有点心疼，又想带回家，所以大部分我就在家拍，拍自己家里的。啊，你在家里用夜拍，你不会开灯哦？哎，冒昧问一下，你怎么省电？省电，环保，环保，是吗？真的环保。了，没有，而且有的时候你已经关灯了啊，然后突然发现它们很可爱。不是，我知道你因为。是是你没有养猫，你只有养狗。哦、养狗，对。你当你开猫已经睡觉的时候，你开灯的时候，哇，那就你就不用睡了，风会怎样？它就完全清醒，它就完全清醒，然后它就开始吵你。了解，所以你要趁着它休息的时候，对，它就睡觉，然后你就可以打开夜拍功能，对，模式就给它开起来。夜拍模式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示范吗？在这里吗？可是现在有点亮，现在有点亮。啊，好啊，来喽，看清楚我哈、魔术。不要让我尴尬啊！哇，够暗吗？好像不是很暗，还是可以来，不是很暗，够了够了，可以。哇，你好会魔术啊！你要拍我吗？夜拍模式，拍你啊！好，我拍你啊！好，我知道我要拍什么了。好，这个是第一张。等，他会倒数三，我设定一下。好好好，夜拍模式。哇，你好厉害！你刚刚一动你的手，灯光就暗了耶，好会魔术哦！我就是魔法师。三二一 ，Go！ 好了，第二张吗？第二张。第二张。哦，这个很明显，就是麦克风嘛。好，第三张。P。好，第三张好了。好，我来解说一下，第一张是 O， 第二张是 P， 第三张也是 P， 对。那第四张是零吗？你想 O？ 你想 OPPO？ 而且你知道我拍的时候，啊、你看哦，你看哦，你看哦，好，怎么样？等一下，你看哦，对。哇，专业专业，我们翻拍中间还有 R17， 我们翻拍让观众看一下我们的成果，来现场的夜景模式，我们打开之后，好，我们请摄影师导播用哪一台摄影机来这边，导播，我们来拍一下，第一张是，这是最后一张，对，从第一张开始，好，我们在现场直接 live 示范，包括现在在直播哈，第一张，好，你拿好，好，第一张哦。第二张，哎呀，专业专业，夜景模式啊，这也是第一张，对，这第二张，第二张 P， 好，交给我闭眼睛。第三张，好，第三张还是 P， 第四张只有巧思哦，请看我的 O 里面有 R17。摄影师你是喝太多酒是吧？掌声鼓励，有没有 O P P O 有没有？我必须说，还要写品牌只有四个字母啊，不然的话拍不完。
好，那请老肖在师伯把灯打开。来，开灯。其实已经开了，我已经开了。你没有发现吗？好，这个是业绩模式。今天在台上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示范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刚刚第一关。充电闪充这件事情在 Superbook 的 R17 Pro 跟 R17 两个都很快了，可是 R17 Pro 应该会更快。对，还有刚才关灯的时候不是很暗，怎么了？就不会让人家怀疑我们换的手机。对，不会了，我们长官有在没有，他在忙手机。好，有确定没有换过？好，两台我们来测试一下，怎么样？看看它的电数现在是几%？先打开吗？先开哪一个？这个是 R17 对不对？这个是 R17 Pro。好，刚刚呢大概都是50%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 R17 好了。好，R17 19%。刚刚 R17 Pro 是从51%，对对对，现在多少？91%，哇，已经充了大概40%哎！就在我们聊天刚刚的 Live 的过程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充了 Superbook， 太快了，哎，真的很快，真的超快的。所以是要买这一台是不是？对，买这一台之后再加充，你也可以自己实验啊，就如果拿旧的啊，这床头柜也不用买，床头柜就放这个。哎，再摆个台灯，然后再充电，这样很棒哎。我看一下，神经乱卖东西。好，各位朋友，经过了实验证明，这是 Live 的测试 ，Superbook 的 R17 Pro 真的超厉害。就像刚刚长官讲的，真的，我们起床刷个牙、上个厕所、换个衣服的时间就可以出门了。对啊，因为当然了，电又充饱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最后代言人，我们这个明星伙伴老肖，对于这个全新的产品，还有什么要补充呢？我觉得 R17 OPPO 的所有的产品都是非常非常优质，然后都是非常前卫，超出你的想象，然后使用操作都非常的人性化，所以非常建议大家来使用，支持 OPPO R17， Yeah。谢谢老肖。好，在看直播的朋友千万别走开，因为待会老肖接下后方，我们也有一些摄影大哥、媒体朋友，谢谢后方的朋友。好，谢谢建成的，好，换色建成系列，这个颜色实在是太迷人，透过光影真的都会。手机有什么？